今天带男友打活动。你小子最近挺飘啊，连爆炎术这么厉害的元魔都不放在眼里啦。那正好，我这个爆炎术打不过，你来带带我。口气这么大，你小子可别一会儿又打自己脸。那我就拭目以待啦。直接难度拉满，嘿嘿，让你小子嚣张，今天不给你头打飞。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来呀来呀！看到了，跟我刘华强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还敢装逼吗？装逼我也飞起来！滚呐！